好运到，我的春晚，我的年。现在呢，坐在我身边的就是朱一龙、赵丽颖、王俊凯和郁可唯，欢迎四位。那也请四位来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，拜个年吧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朱一龙。马上虎年就要到了，在这里祝大家虎年大吉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赵丽颖，很开心今天晚上能跟大家一起过年，祝大家虎年大吉，虎虎生威，幸福安康。大家好，我是王俊凯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虎虎生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歌手郁可唯，在这里要祝大家2022年虎年大吉，最重要的是身体健康。这个组再次在春晚舞台上的绽放，那丽颖呢就非常特别了，是春晚舞台的新鲜面孔，第一次上春晚，我现在看到你满面的笑容，是不是非常期待？对，还挺开心的，也挺激动的。所以跟他们几位合作这一次有什么样的感受吗？就比较踏实。比较踏实。对，老带新是吧？对啊，很有安全感。我相信大家也特别期待丽颖第一次在春晚舞台上的表现。那其实三位呢有着一份特别的缘分，因为朱一龙和赵丽颖曾经主演过《知否知否》，那可唯呢唱过主题曲，对吗？所以你们三位见面的时候，是不是先以《知否知否》为主题的交谈就开始了？就是格外的亲切吧。因为就也很喜欢听郁可唯唱歌。除了我们可以战胜疫情，也希望大家都能感受到幸福吧，然后迎接这个虎虎生威的这一年。希望丽颖更有激情一点，更有激情一点生活。对，就像你们这个节目一样是吧。小凯送上2022年的自己的新年的心愿，希望国泰民安吧。怎么样来上画板需要帮忙吗？哎，他的头上是爪，谁在他头上没有再见的睫毛了？好，谢谢你。小心看路。来吧，各位，你们是灵魂画手。好，我觉得小凯画的棒啊，画完了是吗？画完。可以，你这个可以。因为这是我小时候的印象。对。你这个可以，你这个非常一眼就能够看出来。哎呦，怎么办？我好像两笔了。我觉得可能最厉害的一位画者要诞生了。下一笔怎么画？哎，不行，两笔好累。好，那每个人在自己画的这个一笔画虎的画作下面签上名字。好，那我们就借着这四幅画作，祝大家新的一年能够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虎年大吉。